今天再来投开一只面包蟹，看我老公对我是不是真心的。好开就是真心的，不好开就是虚情假意呀。完蛋，天哪，怎么办老铁？为了我的爱情，我得拼啊！今天挑战一个无表情吃柠檬，吃完马上开播，速进直播间。双击，开播开播了。